前，老师要先赞美一下大家，真的很棒，在防疫期间都乖乖待在家里线上学习。今天是一年级的最后一次体育课，我们要上的课程是跳绳，因为跳绳可以增进小朋友的运动协调性。学校二年级的乐活杯体育比赛就是要比跳绳哦，所以老师希望你可以利用暑假期间多多练习，到时候就看你的表现咯，加油！活动一，暖身运动，跳绳塔巴塔，请准备好跳绳，动起来咯。塔巴塔，Starting in 5, 4, 3, 2, 1, work! Prepárate! Let me see you jump! Prepárate! Get ready! Get! Venga! Ahí va ya! 2, 1, let me see you rest! Cycle 1,活动二，
一步一步学跳绳，二年级要比赛跳绳哦，请小朋友利用暑假好好练习吧。先来看一下二年级哥哥姐姐乐活杯跳绳的比赛影片吧。二年级乐活杯会比赛跳绳，每个人要跳一分钟，有团体赛累计全班总数，还会评选出全学年前20名最会跳的小朋友哦，请小朋友好好为自己跟班上加油吧。接着来看一下去年第一名最会跳跳绳的二年级同学示范的影片咯。跟着六个步骤来学跳绳咯。课前小叮咛，如果家里不适合跳绳，小朋友可以先练习前面的步骤，或用手握着毛巾进行练习，等到可以出门的时候再加强练习哦。去年前20强的选手，每个人一分钟都能跳到120下呢，快利用暑假来挑战吧。Hello， 各位小朋友好，我们今天老师今天要教你们怎么跳绳。老师把跳绳的步骤分成6个 ，OK？ 那接下去老师讲怎么跳绳的6个步骤哪6个？好，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先立正站好，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跳 ，OK？ 怎么发力的部分，先立正站好，然后我们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老师说一的时候，就是把你的后脚跟抬起来；二就是把后脚跟放下。OK， 注意哦，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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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很像是往上垫脚尖的感觉。一、二、一、二 ，OK， 好。这个往上垫脚尖，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二个步骤我们要练习垫脚尖跳，你就把它想成垫脚尖跳会比较简单，就是用脚尖，脚尖是哪边呢？这边后面，这是脚跟的部分。 OK， 那我们怎么做垫脚尖跳呢？跟着老师一起做，老师用侧面示范会比较清楚一点。 OK， 来，我们跳个10下，来，用脚尖跳哦，脚跟要抬起来，
OK， 这个是脚尖跳，常做的你们常犯的错误会是这样子，就是跳的时候会是往，就是把你的后脚跟往后夹，这个是错误的动作。我们要用脚尖跳，然后脚跟是后抬的。OK， 好，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我们要先练习节奏感。然后我们跳的时候呢，当我们用脚尖往上跳一下的时候，我们两只手要拍一下我们自己的大腿。OK， 来试看看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我们要跳二十下哦。为什么要这样子练？这是练习节奏感。因为我们跳绳的时候，当我们跳起来的时候，我们要甩绳，所以是跳了再甩绳，因为绳子动的速度会比你跳的还快。OK， 所以跳起来马上甩绳，这是练习节奏感的部分。老师再示范一次哦，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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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没问题，这是第三关。第四个部分我们要练习的是甩绳。 OK， 甩绳的部分老师换另外一个方位来做示范。甩绳的部分啊，我们要练习的是怎么用手腕甩绳。来，这个是绳子的手把的部分，手把放在我们的腰的旁边。 OK， 手把放在我们腰的旁边，所以我们要先练习怎么甩。来，请你画圆甩绳，三六七八九十，记得甩绳的过程中是手腕在动，手腕在这边，手腕在这边，手腕在动，带动小手臂，小手臂在这边，不会是整只手在甩哦，不会变成这样，不会这样子甩，所以只用手腕在甩而已。OK， 当一边结束了 ，OK， 换另外一边，这边也是由后往前甩，由后往前甩。记得手的位置都要维持在你的腰的旁边。 OK， 好，这是第四个步骤。
进行到第五个步骤咯。第五个步骤就是我们刚才有练节奏感，对不对？我们刚才跳起来拍一次，跳起来拍一次。OK， 现在我们一样用脚尖跳，然后我们要结合甩绳，然后我们用单边甩绳就好了，因为我们还是要练习一下节奏，还有我们手适不适应甩绳的动作。OK， 所以我们跳起来会甩一下，好的，跳起来，跳跳跳跳跳，四、七、八、九、十 ，OK， 再一次，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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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OK， 慢慢来，然后我们换另外一边，一样由后往前甩，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我们要练习手甩绳跟你跳的节奏是否可以 match 在一起。就是我们最后的最终要学会的往前跳的部分，我们先把跳绳拉直踩一下，然后把跳绳放到后面，我们先老师先示范慢一点的慢慢的动作。 OK， 一样，我们跳了甩绳，跳了甩绳，跳了跳再甩绳，跳跳跳跳跳，记得是脚尖哦，是用垫脚尖跳的方式。OK， 跳的时候甩绳，好。一跳一回旋，配合单元十一，大家来跳绳，准备器材，跳绳。握奏一，手握跳绳向前伸，绳子紧靠脚后跟。步骤二，旋转手腕，将绳子向上回旋。步骤三，绳子触地的同时，前脚掌往上跳。最后要注意，落地时双脚要微弯，这样就可以连续跳起来了。跳绳时注意，不要被绳子绊倒哦。记得要微微弯曲膝盖，不然会受伤。小朋友们可以连续跳跳绳几下呢。
防疫在家小游戏，小朋友可以先练习，等到暑假找家人一起 PK 哦。游戏一，九宫格宾果。玩法说明：一，请小朋友准备每人三个袜子球，地垫也可以用有色胶带粘贴地板代替。二，在出发区做高抬腿拍膝八下，就可以拿起一颗袜子球放到九宫格区内，接着再回到出发区做抬腿拍膝八下，放第二颗球。三颗球都用完后，做完抬腿拍膝，可以交换自己跟对手的球。这个游戏先连成一线者，就获得胜利咯。活动二，我的腰超能 Q。 玩法说明：一，请准备每人三个玩偶，一个箱子，一个垫子。二，请小朋友躺在地上，用脚夹住玩偶放入篮子内，掉了可以用手再放回预备区重新夹起，最后看谁先把三个玩偶成功夹入篮子里的，就获得胜利。请看影片示范。游戏三，拍拍气球不落地。玩法说明：一，准备两个拍子，羽球拍、桌球拍都可以，还要准备一颗气球。二，比赛看看两个人的默契，可以让气球连续几下不落地。这个游戏可以训练小朋友的控球能力，但请注意，在家里只能使用气球哦。请看影片示范。小朋友，洗手喽！让我们来用湿搓冲捧擦，内外夹攻大力丸的无敌神功来赶走病菌吧。内，冲湿手心搓泡泡；外，两手手背别忘记。夹，食指叫做洗指缝；攻，攻洗指节揉手心。打，虎口荡的转转转，力力起指尖搓搓搓。腕，手腕内外冲干净，洪水冲冲水龙头。最后一定要记得把双手擦干哦。